系 DC FIFA 记者林林啊，今日同大家实测最新嘅 DJI 话题之作 Mavic Air。呢部 Mavic Air 最大嘅卖点咧，就系佢可以折叠式嘅设计，令到佢嘅便携度大大提升，就唔使好似以前啲航拍机咁样要拎一大个盒出去啦。如果选购 Mavic Air 全能套装嘅话咧，就会连一个专用嘅相机袋。小小个咁都足够收晒需要嘅配件同埋三粒后备电噶。讲完佢嘅便携性，而家一齐试飞睇下佢嘅操控同埋拍摄表现啦。Mavic Air 嘅遥控 joystick 同样可以收纳嘅，拧两下就可以装到上去噶啦。咁操作上咧，佢都有好似 Spark 咁嘅手势控制 Smart Capture 嘅。咁我今日试用完呢部 DJI 最新嘅 Mavic Air 啦，我自己都几中意嘅，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一个航拍新手啦，咁就之前都会有啲惊去用呢啲航拍机嘅，但系咧佢个 App 咧就非常之完善啦。咁就可以好簡單咁樣就操作到啦。例如佢有個模叫做衛星模式，咁佢撳咗個掣咧就可以圍繞住個主體拍攝啦。咁非常之容易就會拍出一啲有電影感嘅短片啦。咁對於我呢啲航拍嘅新手嚟講咧，咁就非常之有成功感啦。另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佢嘅安全提示做得非常之好啦。咁佢會自動咁樣避開一啲障礙物啦，同埋好多安全提示啦。咁就算係我哋呢啲新手去用，咁都唔会咁惊啦。我哋 DC FIFA 嘅资深会员翻翻最近就带一部 Mavic Air 到冰岛实测，大家唔好错过佢之后第一手嘅海外实测啦。